木尘珠可以解除胡天身上鬼纹诅咒的宝贝，我是摸金校尉的后人胡天。要寻真罗贯真形，阴阳卦书胸中藏。我父母是谁？他们在哪儿？你是在哪儿见到我的？是老胡当年救下的你，你的身世也跟霸王种有关。巨石古镇，你跟霸王种有着天然的联系。明月石是开启霸王种的灵石。能称得上宝物的只有明月石。身上的明月石交给我，种里的东西只能是我的。霸王种里的木尘珠可以根治我。大哥，就算是死我也一定要